将阮牵阮入你爱的海港，两字爱你的孤芳，阮的一生也圆圆，无论你爱阮往西也往东，若有你双手。提来交，你要饮什么酒哈？啊，多谢。天道，你别个搞，你别个搞跑好不？你别个搞跑好不？每遍我来拍你哦，拢就是你惹我生气的啦。其实哦，我那真不敢跟你拍呢。我每次来拍你，我心嘛会疼。假使讲你若承认讲拄我迄个查囡仔就是恁查囝吼，他们讲我安尼拍你啊？不是，伊毋是阮查某囝，我毋捌伊。伊吼，敢若是来甲我问路尔。咁真实嘞？真实，我无骗你。你莫骗我，恁母较好嘞。你当作恁爸是三岁囡仔，哈？我去问你一下。迄、那个查囡仔以前捌来过无？讲，我唔知影，我就是唔知影。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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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，老高，你好，我不管我出卖我，我你死个几百块，上。请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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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人嘞？人。那有什么人？莫白讲哦，无明显给你拍干嘞。我，哎，伊是毋是通缉犯？无先来听查户口的罪状。伊毋是通缉犯呐。莫甲我骗哦。我真是无骗你。无。遐交通纠纷，也是惨多，全拢是犯法了。我知啊，我知啊。水山哪会无洗到你的鞋啊了？我记你甲拖地拖，搁一双伫咧啊。哦，你是讲迄双鞋啊，后顶破一空迄双哦？对啊。哎呦，但迄双破到安尼生，妈看看都袂清楚，捡起煞啊！啊，你甲捡起煞去哦？
啊，他食来啦！你看你讲，我才小那要出去，我无买行情啊啦！谁叫你买安尼？安尼烫落来，袂用叫妈妈说啦安尼。 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哎呦，你哦，哎哎，你哦，甲较早拢同款啦，啊，鞋啊，那停了只一双，遐一双，伊来伊，啊，即嘛咧找我啦，实在有影哦，哎，啊，甲阮村就伊拢无插哩，拢无管伊哦，原来实在你安尼买啊，停遐都遐轻遐轻安尼哦，遐硬遐硬拢无插哩呢，实在有影。 我也来啦！又倒吹一个来。哪？哦，这是。安怎？你也在吵？啊，不是还剩两箱滴嘞？啊，两箱拢洗啊！最近哦，落雨，啊，未到，我哪有法度？啊，这食啦啦，我是要出去呢。啊。 哎呀，到底是要创啥人？哪？这下还搁伫咧哦。嘿，啊，这破鞋仔抹地等掉，你看呢？破到了呢？我挑地过老的啊，咱人就是安尼生啦。有心呢，就袂记得旧的；，亲像你有好鞋，就一直穿，就袂记得讲有这双破鞋啊。所以我挑个老去，今日你赶紧要穿，毋是真好用。所以这就是讲吼，人爱惜情，惜福。 要不，加减啊穿啦，真好用啊！妈，我要出来哦。好啦，啊，都较早转来了。我知啦。哎，大哥，哎，谢谢。你要出去哦？我见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别，别。我准备围住你讲了，我见啦。 其实啊，其实嘛无虾米代志啊。你甲陈秀慧真熟吗？你敢会感觉伊这个人怪怪？怪怪？哦，原来你就是为着伊哦。谢总啊，你是不是真介意陈秀慧对不对？我，其实啊，我介意啊，嘛实在无偌久啊。 尤其我这个人哦，嘛唔是讲随随便便去嫁的，查某囡仔的。啊，那你意思是讲这个张小辉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查某囡仔？哦，我无这个意思。无这个意思是啥物意思？啊，你讲伊安尼怪怪，你是都会感觉讲伊怪怪？因为伊哦，因为伊会讲一寡互人情以外的话。比如讲，譬如讲哦。 伊讲伊无想要结婚呢，即马有这种想的人足多啊。是啦，有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啊。也毋过，伊嘛有讲过哦，伊若是啊想要提一个囡仔，伊会去马上生一个。这听你听伊咧讲笑话，那也无甲查甫人斗阵阵咧。啊，伊想要来生囝咧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？ 伊无想要结婚，也毋过伊会去找一个查甫人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哎，那是讲哦，伊大哥，伊若真是想要提一个囡仔，那就遮尔麻烦咯。伊就直接去病院哦，买迄个查甫人迄金子。对，金子银行。嗯。我讲哦，伊头壳歹来。嘿，嘿哦，迄毋是哦，伊毋是头壳歹去呢。 伊是心理，伊的心理有问题。心理，也无敢会，伊真少捌受过什么款的打击啊？这是有可能啊，照安尼看起来，伊这样也袂遮可怜的。大哥，伊若是去找你啊，想要甲你斗阵生一个囡仔，啊，你会去吗？找我斗阵，甲伊生一个囝。 我当你笑讲，嘿，我当然唔肯咯。啊，我做你，你肯无？我，嗯，哦，嘿无法度，嗯，我也去想着，迄专工甲人拍针的帝哥。哈哈哈！哥，天才啊！啊，你唔是讲要出去？啊，你两个他们家那笑噶呢？啊，唔
无啦，无代志，谢谢我啦，我来去，来去哦。上一个查某囡仔，人真巧，啊，生活真水，啊，决定关键也袂歹，厝内面阁有钱，事业做了真好嘞。嘿，这种个人，啥物人去当撮到伊哦？嘿，袂歹嘞，啊。哦，我敢若想到伊讲遐话，我有尻川抽两下。啊，你毋若去互伊外表安尼吓惊着啦。虽然我对伊毋是讲真了解来讲哦，有影啦，伊个思想上应该比人别人较开放。 不过，我感觉我们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噪音。啊，你讲的意思是，啊，伊敢那是，无想要叫人拔掉的。嗯，用安尼讲，所以讲，这种，假使讲你若真是介意小薇哦，你踮伊面头前，你就要表现出讲你的作风比伊搁较大方，思想比伊搁较开放，安怎用？哎呀，对啊，我本来较早拢无想到。 看袂出来哦，你对查某人阁遮尔了解？哪有？我比你较济岁嘛，对无？是讲哦，有一挂查囡仔嘴讲敢若讲，事实上也不一定会安尼做啊。对对对，你讲安尼有理。我以后就照你教我的方法，大家珍惜会较好。哎，对，我听讲大叔今仔日甲出走，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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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甲出走？ 是去叫我给豁出去啊！你这，行了行了。媳妇，媳妇，媳妇，哈哈，你死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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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死
其实我头梦有阮亲像安尼卡。伊那不是假鬼啦！啊，下课了你搞成这样，你白死啦！啊，妈妈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有十几条棍枪嘞。小气，搞清清的。啊啊，搞清清的。你拢好侪钱，阿妈来靠你。我唔知啊，我就讲吧，阿伊就硬要给我。变讲较好好听，下课倒转来了哦，先甲我写功课。哦，啊，唔讲，我袂当入去啊，阿妈无伫厝嘞。来，就写好。啊，你的书包嘞啦？伫咧遐。伊会使住因阿妈遐，走来遮创啥？你那遐遐贵啊，我遮会死掉啦！这是你做大兄的态度哟！搁安怎讲，文生嘛是妈妈生的。安怎啦？安怎啦？又搁安怎啦？哎哎，小弟啊，小弟，一定是恁三个吼，又搁惹恁妈妈生气啊哟！阮家的代志，莫别人管啦。哎，哦，阿啊，阿奎叔叔他袂当管你啥啊？要食无？死啊啦，死啊啦！嘿，死啊！哎呦，阿妈，这种话哪会当给别人讲呐？啊，欠啊三四个月出世啊，也无给我啊，做去啊无天无良的人。死啊啦，死啊啦，有够无天良。
老公要甲文成等给我是？妈，不是我爱讲你，啊，你是感觉慢咧爬爬走对无？啊，让一个囡仔读书转来，啊，厝内底无半人，一个人伫外口啰啰嗦，安尼敢对？哎哎，哦，啊，你说得怪怪呢哈？你也知影哦，照顾囡仔是你的责任呢，不是我的责任呢。啊，我当然是嘛，甲你讲啊真清楚呢哈。文成去住伫我遐是暂时哦，我嘛我的代志呢，我若不是说完伊咧问讲二十四小时你甲你顾囡仔。啊，无你文成规气放互我一人带。无你即摆讲的什么笑话哈？是你拍带还是我拍带哈？莫拢听拢无。哼，我咧讲啦，我唔甘互我的心肝孙住伫这个公寮啦。阿妈，你就让我住遮住一暝嘛，我唔怕住伫遮。家吼，一定足好耍诶！点仔都无好耍，房间遐细，干一进门就尔，惊死人。你看，你看，家吼，我哪有人无欢迎你啦？啊，是讲吼，讲遮哩讲啦，迄有影啦，迄一顶眠床吼，四个人是要怎钱？医费嘛无够咧。桂英，你有妈妈处理好不？妈。就算讲我用徛来睏，我嘛会就位予文成去睏啊。哎呦，春潮的啊！哎呦，我哪会唔知影讲你遮敖徛啊，我都通睏哦。妈妈，你今天徛的也当睏哦。哎呦，啊，等恁老母也毋是假的啦，啊，徛的我都通睏。春潮啊，就准讲你徛的我都睏啊，一工、两工、三工，好无？咱查某人啊，结气啊，拄我好就好啦。你添在若讲要来带你倒转去哦，就爱甲人倒转去啊啦，唔通阁结气啊啦，知无？白丽丽的大姐啊，哎呦，无简单嘞哈！为我熟悉你到即摆，拄只你所讲的话哦，上有理呢。也唔过，不管你安怎讲了有理啦吼，基本上你无了解春潮的心理。也着无是安怎？你是要爱春潮带你遐哟？啊，着准讲哦，春潮无要倒转去嘛，袂用去带你遮。莫讲对囡仔唔好啦，人外口嘛会讲春流伫咧甲你斗。你。你若随时歪头望，不愿伸手牵你脚。莫讲对囡仔唔好啦，人外口嘛会讲春流伫咧甲你斗。你。无，嘿嘿，我无讲啥，讲到遮就好啊。文成乖，咱来转哈，行。哎呦，我买转去啦。妈买物件给你啦。买物件，哎呦，买啥？看你爱啥，阿妈就买啥给你。行。唔捌看过这种人，那你也别哪有进无？那是有进，就是较好势啦。有啦。哦，对啦，啊，秀玲啊，这个春秋较早伫遮衫拢伊洗的哟。嗯。春秋伊早生个查甫，我相信伊一定有法度搁再生个查甫。我谁人唔捌听过你提起阮妈妈嘞？你遮尔讨厌伊是？伊破坏我对恁爸爸所做个安排，伊甲恁爸爸无适合啦。两个既然做伙，就表示两个有适合啦。伊无适合做咱李家媳妇，你知无？不是，是因为伊无爱生一个查甫孙，所以你就爱逼咱离家出走。我无逼伊，是伊唔捌好歹，你知影无？伊足唔捌好歹的啦。秀丽，秀丽，你还用这款态度跟阿妈讲话啦？啊？我哪有啦？我只是想要知啊，阿妈来这会讨厌阮妈妈，而且就是因为讨厌阮妈妈，才会讨厌我啦。你是咧乌白讲啥？讲孙的，阿妈要来讨厌你，阿妈要来讨厌你，阿妈要来讨厌你。秀玲，因为爸爸要甲阿妈生一个查某孙，伊心肝已经付出真久啊，你莫插，三花姐就好啊，啊你去内面看住。我记。我听讲你最近拢无去补一班上课，啊，若去上课时阵，啊，拢袂专心，对不对？伊可是王世昌来讲的对。嘿，你愈来愈无规矩呢。学生囡仔要遐直接称呼老师的名，啊？伊也毋是学校的老师啊。
是不是学校的老师吼，拢同款啦？补习班的老师嘛是老师。你坦白甲我讲，你无去补习班看书，你走倒去？你讲话啊！心上印过去的双人，无意来变成怨仇人。敢讲天意将咱来戏弄，缘分两字阮世当，千辛万苦来也落的真命感情棒，谁知收回无半项。茫茫啊茫，痴情的心事重，换回一场绝情的。一滴。